咁好啦，我哋今日最後一個咧療程咧，就係要講咩咧？就係手嘅拜拜肉啊，係啦，拜拜肉療程，手拜拜療程，拜拜手拜拜療程，呢個又好簡單啦，一聽到個名咧，即係每次我覺得你哋啲名係改得非常之好嘅，係好容易明白啊。咁啊，聽到這個呢個咧，我諗啲人就知道有拜拜肉嗰啲咧，就即刻會揾我哋啦。係啦。咁我咧就覺得這個位咧同雙下巴有得揮嘅，都係好難。是非常之難的，即是做運動呢往往是可能有些人做完就大隻了，即變成一塊肉添，還硬了實了，那些就不是 firm， 即是很很大隻了，但是我們又不是想這樣嘛，那這個你有沒有跟我們 sharing 一下？首先我們要了解我們的拜拜肉怎樣去形成先的了，那當然了，拜拜肉就是我們說是手後面這一側的脂肪和我們背脊的脂肪連為一體啦，其實在女性的角度裡面來說都比較容易囤積的，通常有拜拜肉的話直接啲啦，真係肥嘅，係啦，一定會有脂肪嘅存在啦。第二，佢哋就缺乏運動，所以肌肉量下降。咁我哋住喺地球，我哋冇得揀有地心吸力噶嘛，咁就開始會形成鬆嘅現象噶啦。加上循環代謝越嚟越慢啦，因為年紀大，我哋每一年嘅新陳代謝會減慢嗰時候咧，開始去累積脂肪亦都越嚟越多。最後一點啦，就係我哋嘅壞習慣。點樣咧？係啦，我哋睇 iPad 啊。看下 iPad 啊，都會啊，坐姿唔啱啊，好似而家最近好中意 hea 喺度咯，嗬，係啊，一路食零食添啊，有啲人就我扮曬扮曬，唔係我，係啊，有啲咁啊，就會肥啊，咁就咧，我哋嘅錯體脂肪可能會走位啦，形成咗呢個拜拜肉嘅問題越嚟越嚴重噶喎，哇，真係～代表是懶的人就會有了，即是又成日都掛住食啊，即是不動啊，不做運動就很容易有了。那我們呢今天呢看看我們還有沒有，但原來呢做運動的時候我們要很小心，為什麼呢？因為手部的運動裡面我們都試過很多 patient， 就是當我去想著清翻夠肌肉或者是我想減翻個手臂的時候，我練了膊頭夠肌肉啊，好像大隻妹一樣啊，會人反而看下去還了，那又不想啊，是啊，一點都不想啊，所以我們今天是可以介紹一個是最新的科技了。那它其實今次這個科技的原理是怎樣的？原理上面就是它最新引入的是減脂增肌的療程的，它是一個全球唯一專利 High Firm 的緊膚科技的，它是只要是20分鐘裡面已經是可以達至幫我們增肌 16%， 減脂是 19%， 而且它會提升了我們整個人的新陳代謝效果 fit 足一年那麼多的，這個又是很吸引，因為我喜歡它是有增回肌肉，就不是減，即是一味減你的脂肪，它會令到我們緊實回和有回線條，健康啊，是啊，感覺是漂亮，即是健康那種瘦，是啊，這個很好啊，這個，還有最重要，為什麼它做到呢？是因為它可以深入了我們 7cm 的肌肉組織，7cm 那麼多，一對高踭鞋啦，是啊，所以可以直接去 train 我們是運動神經元，去到達的是 100% 的巔峰狀態，剛才那些都很厲害，這個還這麼厲害，極限的肌肉鍛鍊嚟嘅喎，哇，7cm 嘅肌肉，7cm， 哇，好吸引啊！即係我相信呢部機咧係真係好，呢部機真係好勁啊，可以減到脂肪咁多，咁啊一定要幫我 book 啦。是不是我一定要做了這個，因為就來要穿 Bikini 了，而且它的療程是全世界最快的減肥速度，只需要兩星期裡面完成四次，你已經是可以跟你的拜拜手說拜拜。那這個療程我要配合些什麼才做了？這個療程的話其實你不需要配合些什麼，你只需要躺在張床上，是乖乖地給20分鐘的時間我們，是的，那你很 relax 地享受你20分鐘，那你就會feel 到呢個 high firm 嘅能量不停去做你個肌肉啦，增肌減脂係啦，不停收緊放鬆咁樣，佢就可以幫你 train up 到咧你成個 core 嘅核心肌肉噶啦。咁你成個人咧，你唔單止會覺得，咦，我嘅脂肪層薄咗好多，因為脂肪可以減脂咧係19% 噶，係啦，同埋你會覺得你肌肉嘅密度同埋質量唔同咗，你拎嘢明顯地重嘢咧舉啞鈴嗰時候，你覺得輕鬆咗嘅。咁真係好吸引喎！我知道有位朋友仔咧係做過噶，係啊，我哋有介紹嚇。Hello， 你係 Kinky 啊 ？Hello， 敏姐，你好啊！哇，你做咗幾多次啊？我做咗兩次。你覺得係咪好咗？係啊係啊，即係咧佢嗰個
不過唔使做運動就可以瘦瘦地，好好啊！咁你之前遇到嗰個最大問題就係因為係咪你都比較中意煲下劇啊，或者你都係比較懶做運動咧？一嚟我都比較懶做運動啦，第二就係咧，因為由夏天咧開始著背心啦，一影相嘅時候，喂，點解咁樣嘅 P 影都 P 唔到咁，所以決定咧要去減減個手臂。太好啦，兩次喎，咁你已經咁好嘅效果，咁你做嘅時候有咩感覺咧？個感覺係點啊？佢係痛唔痛啊？唔痛嘅，一啲都唔痛。佢係有個機喺度咧，咁你就會 feel 到好似收縮放鬆、收縮放鬆。即係頭先 Teresa 講，係啦，即係好似啜住你咁啫嘛，係咪啊？係啦，但係佢就唔使貼住我個身嘅。哦，係啊，係啦，好好喎。咁其實呢個感覺係好正常嘅，因為只需要瞓喺度，一滴汗都唔需要出，系啦。二十分鐘裏邊不停咁樣，等於幫佢做緊一年嘅舉啞鈴嘅運動噶啦，系啦。同埋最重要咧，係成個過程裏邊咧，做完之後，系啦，你會唔會覺得咧係自己咧係有啲好似真係自己做完運動嘅感覺啊？好似舉完啞鈴咧，好嗰啲肌肉酸痛嗰啲感覺咁樣嘅。咁你而家一定好開心啊，因為你知道你繼續遇到呢個療程之後咧，你繼續做啦。咁你著呢啲背心仔啊，著靚衫啊，個人都有自信啲。咁所以其實你當時係咪一知道有呢個療程，你就已經二話不說，我要你試啦。係啊，唔使諗，即刻嚟，即刻嚟係咪啊？係啦，因為療程已經係獲得咗美國 FDA 歐文斯雙重認證，係非常之有效噶啦。不如我哋即刻掃一掃咯喎，係咪可以俾我哋睇一睇你而家個手臂咧嘅緊實狀態啊？其實都幾實喎。係啊。係喎，好 firm 喎。呢個係應該冇谷嘅。佢冇。係啦。咁可唔可以谷一谷啊？因為我要俾觀眾睇一睇，真係冇谷嘅，就會冇曬。哦，佢要係啦。如果谷嘅話就係咁咯。咁所以大家可以睇翻啦。佢係一個咧係講緊放鬆嘅狀態裏邊，佢成條 curve 嘅線條係好靚噶，係啦。佢會令到佢肌肉嘅密度質量高咗嗰時候咧，成個形態咧係好緊實啦，係啦。同埋佢個脂肪咧，大家可以睇一睇啦，已經係變到好薄弱噶啦。你想？再減多幾多？因為如果你而家依都咁都好咗好多啦，你仲想唔想再瘦啲啲咧？做多幾多次咧？因為佢仲爭兩次，係一個 course 有幾次？兩星期完成四次，係啦，咁已經係可以做到一個好完美嘅手臂。唔夠又再做多幾次咯，係啊，做到你覺得滿意為止。係啊，希望你快啲減，即係減到你最中意嘅效果。好啊，好啊，多謝你今日嘅分享 ，Kinky。哇，好開心啊！又見到一個帶住開心嘅感覺，係啦。Thank you. 藍敏芝，你原來俾我飲添哦，轉頭飲係啦，即刻要 test 下先。點啊？要點啊？係啦，因為咧頭先我哋介紹呢個咧，佢拜拜手拜拜療程啦，講緊咧二十分鐘裏邊等於做咗36000下嘅咧肌肉鍛鍊嘅喎。咁如果我計翻嘅話，即係話我哋一個月要做3000下，咁而每一日我哋要做100下，咁咧我哋咧上網 search 過咧係最有效嘅咧係肌肉鍛鍊，對於我哋手臂咧係。要舉起停留20分鐘，你覺得你咁樣唔放落嚟？唔放落嚟，好平均化咁樣嘅舉起嘅，好簡單啫。係，文芝不如試下。好啊，哇，挑戰下，係啦，咁樣，係啦，成個舉起，咁樣啊，係啦，維持20分鐘。會唔會開始有少少酸軟啊？我想問呢下係咪唔需要落嚟㗎啦？即係就咁，唔需要落嚟㗎啦。要扮勁添，冇乜嘢啊 ？OK 啊，有少少開始有啲手震，我見到有少少手震，即係想飲翻啖先，未翻嚟。嗱，其實咁嘅，如果咁樣20分鐘咧，係一個折磨嚟嘅。即係呢種運動咧，我係唔會選擇啦。咁又加上幾攰嘅真係，幾攰嘅。咁啊，所以係其實我想問一樣嘢，究竟我集中做手臂嘅運動係咪其實都唔係 work 嘅？即係話狂操嗰種係咪唔得？係咪都唔得？如果你真係要做嗰時候，你一定要揾一個係專家啦，係專業嘅指導啊。因為咧係10個咧係女孩們啦，真係10個都變大隻妹啊！呢一組啊，有呢一嚿肌肉咁先大喎，佢哋會變到好大隻。即係你呢度減到，可能你呢度又
增加咗啦嗰啲肌肉。最慘係呢度都減唔到啊！嚇，減唔到啊！拜拜手都減唔到啊！因為呢一個咧係脂肪咧，佢嘅特性裏邊咧都幾難咧，係靠個運動可以幫你 KO 到噶。咁真要做肌啦，真係唔得啦！真係唔好搞啦，因為我見到有啲朋友仔咧開始年紀即係成熟啦，佢哋呢度咧係會有嚿肉噶，係啊，腫咗出嚟。但係其實又唔係話食好多嘢噶喎，咁即係都會有呢個情況咯。咁哇，真係冇辦法啦，要靠呢個最高科技嘅減肥特輯裏邊嘅機器啱唔啱？係啊，去幫你7cm 嘅層面裏邊咧，係即時咧係幫我哋消耗咗我哋一切嘅能源，就係我哋嘅糖分啦。當我哋人體冇糖分嗰時候，佢會直接選擇消耗我哋第二個能源，就係脂肪層啦。冇錯，係啦。佢哋都問啦，做幾多次到就有效啊？只要兩星期裏邊完成4次嘅時候咧，每次20分鐘已經係可以達至一個咁靚嘅數據啦。增肌16%，減脂19%。而且提升翻成個人嘅新陳代謝，幫我哋由一個易肥體質變到易瘦體質，效果 fit 足一年咁多喎。哇，好好啊！咁佢哋咧亦都想知道啦，會唔會係有少少痛㗎？同埋係咪絕對安全？是絕對安全的，同埋療程是一啲都不痛的，係啦，佢只是好似幫你嚿肌肉咧，係 core 呢個核心肌肉啦，不停係收放，真的好像幫你做緊運動咁樣嘅喎。你有冇記得以前有啲叫做電流健肌儀？有好耐，即係有部機咁樣咧，係幫你去減咧。其實那些機同你呢個療程最大的分別是啲乜嘢？電流那種機咧，佢主要咧，佢講咧就係話 train 翻個肌肉嘅，但係好坦白講，冇任何嘅文獻報告咧係話俾我哋聽咧係有效啦，同埋佢減唔到任何嘅脂肪嘅，係啦，反而咧呢一個咧係去拜拜手拜拜療程啦，佢療程係獲得咗美國 FDA 啦同埋歐盟 CE 嘅認證，10年嘅科研，25萬次嘅個案評估，96% 用家表示相當之滿意嘅喎，所以大家都唔使諗啦。一定是有很大的分別啦。咁完咗呢個療程之後咧，可以見到的效果就當然是冇咗拜拜肉啦，係咪？係，拜拜肉的脂肪少了很多了，係啦，薄了很多啦。同埋最重要咧，就是要實啊。係啦，因為咧著衫小背心啊，或者係一字膊啊，我知道鬆飄飄咁唔得噶嘛，唔靚嘅，尤其是係後邊睇啊，我知道啊，係啦，又會變咗個即係好似人哋話哦，發水麵包咁點解咁師奶嘅你後邊睇，但其實可能好慘啊，係因為減幾都減唔到啊，係啊，同埋最重要就係你 say bye bye 嗰時候唔會再揈下揈下，係啊，呢個好驚嘅，如果係咁樣，係啊，我見到有啲男士都會有，係啊，都好唔好傷心，所以呢個出門咧。無論是男士或者是女士都嚟得做嘅，都可以做的、哦、太好了，咁係咪個效果可以 keep 到一年到啊？係啊，呢、這個效果是講緊話佢嗰個肌肉量同埋佢咧係成個新陳代謝量係 keep 足一年。但如果是講佢嘅脂肪裏邊咧，佢係亦都係徹底啦，係 cut 減咗，冇咗就係冇咗，唔會反彈嘅喎、哦。Very good， 咁啊呢、這個療程啊咁吸引啊，我哋今日三個療程都好正啦。當然啦，一定係唔使問啊，你一定有啲免費嘅贈送俾大家。是絕對有的，係啦，呢、這個去拜拜手拜拜療程的話咧，係會有首100名咧有一個咧係免費的體驗嘅喎。咁仲唔快啲登記？係啦，咁啊另外啦，今次呢一個療程啦，係叫做去拜拜手拜拜療程，同拜拜肉講拜拜，希望咧你哋會喜歡啦，同埋咧盡快可以幫你哋減走嗰啲蝴蝶袖啊、拜拜肉啊，揈下揈下咁咧，乜都冇曬。咁啊記得咧快啲登記啦。咁我哋今日咧依三個療程，我自己都覺得好滿意，同埋。我都 feel 到係嗰種需要好高嘅科技去幫助，咁啊希望我哋嘅粉絲會中意啦，咁啊盡快幫到佢哋解決疑難，咁我哋下次又可以再諗啲好嘅嘢送俾大家，絕對可以啊，好嘛？咁我哋下次再見啦，我哋拜拜先，我哋咁係喎，而家拜拜，我喺呢邊啦，好嘛？好，但係下次嚟到就唔應該再需要啦，係啦，拜拜。